位朋友大家好，好高兴大家咧继续欣赏我哋而家嘅视频。咁啊，之前咧我哋已经将大乘闭环门三个嘅基本功咧系一一咁咧为大家咧系分享介绍嘅。咁啊嚟紧咧，有啲朋友咧俾咗我好多宝贵意见，就关于喺我哋嘅电子书里边咧，我哋亦都有介绍一啲动嘅招式咧，系一啲智慧术嘅招式。咁啊，由于系图片啦，咁有啲朋友嘅意见就话：，师傅睇唔到个图片里边嘅招式系点样？一氣呵成咁演變出嚟咧，唔了解到，咁啊因有見及此咧，我今日咧就會將我嘅招式咧係拍攝俾大家睇下。咁啊，首先呢位大家示範嘅招式咧，就將我係一個偷漏手嘅，請大家先欣賞先。各位朋友，刚才已经看过我们跟教练的小示范。其实在偷漏手这个招式里面，要照顾的事其实都是要很清楚，要跟大家再讲多一次。例如当对方出拳的时候，首先这个手是在下面向上跳起去，手如果跳得太厚，人家会闪过了。所以我们在前臂的略为后端，好了，下手由下面跳起，好了，对方将我身体已经放开了，没有了保护了。那我们上马将对方再逼前，好了，冲拳打下去，好了。但对方防守的时候怎样呢？留意我这个手摆在这里，我们比更加快的，因为同样他身体已经打开了，在这里就可以马上稍微身体前倾，就再将这个掌推出去，是击到对方的了。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为止了，希望大家继续留意我们下一期将会有一个穿手搬腿的动作再跟大家分享的。